我通常做的时候呢，就先把它的收一个哈。是因为它的脚就是，可是我就给它拉一拉，去怎么样去让它动一动。这个关节面的松是松关节面。他先用震动的方法，他比较不那么不舒服。你看这丹气，你很舒服啊，这样做你很舒服。这身体重量向后看一下，嗯，你会比较轻松。就不要往你靠手臂。这夹肌啊，这个肌肉太紧，不同意往上抬，这样子，然后太紧，松掉，就要慢慢把这个肌肉松。难不到我再去问，如果再找不到，没关系，他已经找到。
因为他刚打电话问我要哪一种规格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会，这边的那个现在房居然卖完了。然后第二间没有卖，嗯、第三间就很多这样。都放哪里？放在柜子上。然后钱给你。我发票放在袋子里，然后搞四百八。我现在录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全部放在那个里面好了。好好平常就是，左右，就像你说的这样震动四次，两次，然后再做四次吧，我忘记啊，不动四次，对，就一分钟嘛，你说的是。老师不要开太凉，因为他在运动，只要有一点点就好，没关系的。我们调27度。是不是脚这样？你先把它前后做完，再行。哎，我前面的。
这样搞错吗？髋关节啊，它有前后的动，所以就前后的动，有左右的动，整只旋转的动。髋关节是。听到他在吞了一口口水。老师，还是你来弄好了，不然我们时间不够。所以我们11点一定要离开这里。你可以啊，扶着立起来啊，就扶在这里。这样子动。没有撞到，应该我觉得拍太近了，应该要浪一点。那我帮你调一下哦。他那只脚是中风的脚，所以他没有知觉，没有知觉，所以是松的。这只要再动。
向外面开，轻轻的，后面把它开掉，好好的，跟我避暑看一样。膝关节是希望它动一动，让它动膝关节。真的可以动，松了。平常在那个养护所的气垫床上可以做这些吗？气垫床这比较没有关系，可以。就松关节面而已。那像刚刚做的那些震动啊，都可以。你应该边不是高的，那床不会太软。它是气垫床。气垫床。一个反作用力而已。不是要帮他找一个远门外床床单吗？后来那个，后来没有人了。后来想一想，因为他们也没有用过。养护所他们也没用过，那万一有什么事情就很难说什么怎么样，所以干脆就是
还是照顾就好。是要不要同时做这那个东西？那有帮助。腰穿的就在裤子，又可以用口腔穿。那个要15分钟吗？不用，时间可以自己控制。要有效吗？要有效多少时间？那个是刚开始不需要，慢慢慢慢做。因为我们11点到的才这边，现在是17分。穿裙子。